哪来的？这合同上有几处细节可以说是完全留了空子，就好像这个协议不是张伯仲拟定的，张伯仲也没有看内容就直接签字了。对，有问题。哎，有没有鉴定他的笔迹，是否有拓印或者模仿的痕迹？比对过了，虽然是比平时的签字略显潦草，但确实是张伯仲签的字，而且也没有更换过合同内页的痕迹。有问题啊。哎，是不是我们忽略了什么细节？再找突破口吧。刘凯啊，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叫张文的可以动了，把他带回来，看看从他身上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好的，我争取去。嗯。你是张文啊？啊，我是。我这是刑侦支队的，关于武清的事儿，麻烦你跟我们回一趟公安局，协助调查。说说吧，关于武清的事儿，你知道多少？武清？武清什么事儿啊？武清说是你教唆他雇佣的水军造谣生事。警官，教唆这话说的多难听啊！我这人吧，天生就仗义。看到武清兄弟有难呢，自然要伸手帮一把。况且什么？他老婆死的是真冤呐！您可能不了解啊，这两口子挣钱是不要命的，就这些年，这豪车豪宅都是拿血汗钱换来的。两人挣钱连孩子都没要，这好不容易怀上了，又摊上这事儿。你说换作是谁，看到这个不为他们叫屈呀？这张银行卡是你的吧？是我的呀。我们查了一下这张银行卡的交易记录，在武清行刺赵副局长的时候，你有一笔钱进账，金额是50000块钱。解释一下这笔钱的来历。我一做生意的，这个账户里边转账进账很正常啊。不正常的是，给你转账的这是一个境外账户，而且这个境外账户跟你的交易只有这一笔，所以需要你解释这笔钱的来源。我哪知道这个钱是哪转过来的呀？再说别人问我卡里打钱，我不知道对方在哪儿。那这么说，你是知道有人要给你转钱？是这样，有人找到我，答应给我一笔钱，让我帮一下武清。我这一看就是动动嘴皮子的事儿，就答应了。这个人是谁？我真不知道这人是谁呀，他都是单线联系我。跟你单线联系的这个人我们已经查过了，对方的号码是个空号。这都是那人指使我呀，我就是听他的话撺掇几句，我真不知道，我就是雇了点水军而已。再说了，也没造成什么损失啊。你觉得武清刺杀公安局副局长这是小事吗？你涉嫌教唆他人犯罪，你觉得事儿不大吗？警官，我不懂法，你别吓唬我。你收钱的时候怎么不知道自己不懂法？哎，副局，张文开口了吗？对，张文交代了，在他背后的确有人支持他教唆武清。好，我知道了。还有啊，把张伯仲放了。好的。张伯仲突然回来了。早就料到了，这个老狐狸怎么能这么简单就被扳倒？那现在我该怎么办？放心吧，我有办法。张伯仲终止了股东大会。刘市长，您让林灿大量收购伯仲集团的股票，私下又收买了股东手里的股份，就是为了让伯仲集团易主。可眼下易主不成，股票持续跌停，林灿那边怕是要失控啊。
不会的，林灿离了我们什么都干不了，这些年我们给了他多少好处他心里拎得清。您在他身上花这么多心思值得吗？他不值，他背后的人值。副市长，好的，我马上到。爸，怎么了？没事，你先回去吧。博众集团的张董事长到了。哎呦，刘副市长，张董事长，来来来，请坐。好，来倒水。好的。张董事长，最近辛苦了。是啊是啊，刘副市长，但是您一定要相信我。我知道我知道，您先别着急，慢慢说啊。我从商这么多年，什么大风大浪我都见过，但是没有想到这次我阴沟里翻船了。您想您的啥？好，谢谢。您想啊，在东周我博众集团倒了，谁获益最大？梁振肯定是最大的获益方啊。您先等一下，谭秘书，你去忙吧，把门关上。好。张董事长，我知道天府花园还有晨曦化工垃圾处理厂的事情确实让你们焦头烂额，但是再焦头烂额您也不能冲到梁振的办公室里去啊，这可不是你的办事风格啊。是啊，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些有证据吗？目前没有。还是的呀，万一振东集团反过来告你诽谤您怎么办？这不是把自己陷入被动吗？您说的都对，但是我现在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呀。现在是这样，省里已经交代了，不管公安局那边调查结果如何，天府花园的搬迁安置必须进行。天府花园的居民天天闹这个事儿，市里也有很大的压力啊。我知道，但是搬迁不是一个简单。我知道您很难，可是您别忘了，您可是博众集团的董事长啊，所以这个事儿还是要妥善处理。你自己考虑。海洋，哟，陆军，有什么指示？这个张伯仲啊，主动答应承担天府花园化工废料处理的所有费用，同时呢，还答应安置赔偿天府花园所有的业主。看来是市委给了压力，张伯仲就先把责任担下来了。总之啊，要查得快，不管是不是张伯仲，把证据砸实了。上次这个李东安的线索有进展吗？这个人近些年一直在境外，我们还在找，有任何线索我会第一时间汇报的。嗯，行，没事了，你忙吧。海洋，哎，老郭，甘肃那边案子要送检了，这是递过来新材料，你看看。这个线索当时怎么没有说？这应该是甘肃那边后来几次审问他才回忆起来的细节。方程，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如果这份笔录上面说的属实的话，那么当年刘长宝的逃脱跟辉哥的死是因为有人通风报信啊。当年参与抓捕的人很多，也不能排除从外部泄露信息的可能。
我们一定要调查清楚。那这件事儿要不要和卢局汇报？事关重大，必须跟卢局汇报。我现在就去。哎，我跟你一起去。这件事情牵扯到当年所有抓捕行动的人，如果真的有人给凶手通风报信，那当年这件事情可就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了。一定要查，但是目前只有一份无法核实的供词，没有其他的证据，所以一定要慢慢的查，谨慎的查，秘密的查，绝对不能走漏风声，打草惊蛇。是是。您的菜齐了。嗯。晚上吧，啊，喝点。哎，你干什么呢？哎，没干什么。我这一直在想，你说这事儿要不要跟向天说？我觉得吧，还是先别告诉他。可是这事儿毕竟跟辉哥有关系，咱们不能替他做这个决定。这事吧，牵扯太广，而且我们现在手上没有任何的线索，告诉他只会让他分心，影响工作。等咱们有了具体的进展，再说吧。说这孩子吧，表面上坚强，可是从小没了父母，实际上内心脆弱的很。哎，你平常应该多跟他沟通沟通，多聊聊。我觉得吧，这孩子越长大，跟我的距离就越远。哎，你说他小时候天天跟着我玩，跟我是无话不说，可现在呢，就算我跟他面对面坐着，那也是无话可说的。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没？不过你也是啊，你说你这平常一副老父亲的样，高高在上的，也难怪。你呀，就应该多跟他处朋友。我还是当好这个老父亲吧。这应该是个摩托车留下的痕迹。是啊，这摩托上撞的东西还不少啊。查老头瞄准，这个位置差不多啊。哎，武松，你们这儿有狗肉馆吗？我们这儿哪进吃那玩意儿？岳门啊，我们辖区啊，根本看不到狗贩子。添加工程多了，民工也不少，不排除自己杀狗吃肉。如果真是这样，又有的忙了。哦，家队啊，你看那个村的楼房啊已经封顶了，我们所的人每天都要去工地绕一趟，那里的工人啊是一堆一堆的，登记起来啊特别的费劲。那他们有摩托车啊？肯定有啊。
等会儿，就这么一会儿还能睡觉啊？快点！干嘛呢？这么半天不开门，真磨叽！看着点。停一下，停一下。武松，这个人有印象吗？不像这个村里的人。这面孔啊，我深得很。摩托车拉了很多东西。咱们在现场不是也看过一个摩托车的痕迹吗？你还说呢，车上拉的东西应该不少。嗯。而且呢，尸检结果也出来了。氰化钾中毒，这毒标的剂量不大，但是张富顺的年纪太大了，再加上心脏本来就不好，中了毒标之后啊，又没有及时送到医院，这才导致的死亡。如果剂量不大，是有一种可能性，嫌疑人啊可能不是故意杀人。这狗贩子用的东西怎么会在车上？小王，你把改道区的民工登记表调出来，我们现在啊就去找一找这辆车。是，吴所，你们先去摸摸底。一会儿呢，我先去一趟局里，我想给赵武局做一个初步的汇报。辛苦啊！敢在我们辖区搞这种下三滥的玩意儿，但把人抓回来了，我再好好的治治他。注意人民警察形象。副局，哎，来了。省里最近呢，正在开展积案攻坚、命案清零行动。这个时候发生命案，你们的弦儿都得给我绷紧了。领导责令一周内侦破，压力是大了点儿。你们刑侦，给我扛住了。是。小王，哎，你去那边看看。是。村长，我前后绕了一圈，没有啊。啊。哎，同志。来来来，打扰一下，这辆车你们有见过吗？这领导，这好像是我们工友王潘的。他人在哪儿了？麻烦你们带个路行吗？王潘他住二楼里间，人我们没见着，我带您上去看看吧。啊，行行行。走。最里面那间。小同志，多大了？十八了。老家什么地方的？安徽。
那你跟王他是老乡啊？啊，不是不是，我是桐城的，他宿州的。警官，我要开工了，不然工头罚我钱。枪呢？这把枪啊，其实是王攀的。王攀抓了吗？在高速上给抓住了。他逃跑的时候把那个标枪给扔了，幸好是无所派人给找到了。这个王攀啊，以前就是个狗贩子，他在改造区打工期间就私藏了毒镖和气枪。这当天晚上他是想打一只狗回去炖肉，结果天黑就打到这个张春顺身上了。本来这个药量也不至于死人，结果这个老头呢就平时体弱多病，就没扛过去。这王攀一看出事了，当天晚上就跑了。跑之前呢，就交代他的同乡范武，就说找地方把这枪给他扔了。结果这范武他也没见过枪啊，一见到就喜欢上了，就给藏起来了。这是吴所当天摸排的时候啊，发现了，一路跟踪，这才找到这把枪。老吴啊，多亏你谨慎，我们辖区的案子不尽心，对不起领导对我们的信任啊。孙总，哎，你看看，你看看，哎，孙总，你看看吧，下面有好多人留言呢。有的网友说看了我们的事件特别感动，还有的网友说还要来咱们这儿旅游呢，还有，哎，还有个姑娘，说我骑马的样子特别帅。净看这些没用的，工作干好了吗？报告写完了吗？报。那么多人评论，有一个人说愿意到咱们这儿来工作的吗？好像没有啊。还好像没有，肯定没有。哎，人家是夸是批随他去好了，夸你一句你就少干工作了。也是啊。哎，曹主任啊。曹主任他说出去接人去了。接人？这边。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哎，这就是我们的孙所长。孙建华同志，这是我们马北镇派出所驻守了20多年的老警察。孙所长，这是各大电视台、报社还有网站的记者朋友们，他们都很想采访您。孙所，请问是什么支撑您在这个派出所驻守了这么多年呢？您驻守在这里，您家里人没有意见吗？请问你想对现在的年轻人说点什么？我不大会说话，我们孙所长提前也没有什么准备，可能有点紧张。这样，你们采访我们的极乐警官吧。啊，这是我们马北镇派出所最年轻的警官了。哦，对对对，警官，你们好。哎呦，我说曹主任呐，你弄这么多记者干什么？你倒是给我送几个能接班的年轻人呐。您着什么急呀？咱们这一波宣传做出去，让大家都了解咱们这儿的情况，都愿帮助咱了，您还愁没有接班人呢？孙所长，我相信咱们派出所会越来越好。嗯，对，是得好好宣传宣传。哎，对了，曹主任，让这小子多在电视上露露脸啊，把他拍得精神一点。哎，待在大山里头啊，啥时候才能找着个对象啊？你说，别笑啊，孙所长，你这心也挺细的嘛。
师傅，我就等在这儿吧，你去登记。叫你来就是让你好好学着点。这次有戏啊。老爷子，王老爷子在家吗？是我呀，安平。上次咱们隔着门也算是打过交道了，今儿您不会又让我吃闭门羹吧？呵，这小狗狗中气真是十足啊，不愧是您调教出来的。你骂谁呀、啊？你们天天阴魂不散，不仅干扰我休息，还羞辱人，我连你们一块去告。又不是，今天我来就是想来跟你请教的。请教啊？你们卢局想见我也要提前几周约我，你们请教？你们来了就要开门啊？你们算老几啊？知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老爷子，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们，不要再干扰我。哎，老爷子。屈膝投降阵列中，贪生怕死可怜虫，敌人的威逼和利诱，我日日向你敲警钟。你说到几位革命不怕死，为什么非怕来帮凶？敌人拿你当狗，用反把无耻当光荣，到头来人民定将你审判边界头啊的罪那容。哎呀，嗓子不怎么样，还缺李少春。您说的是啊，这不就是来向您请教的吗？老爷子，赏赏脸。怎么嫩着干什么？还让我请啊？哎，老爷子。您看看我这转身啊。不行不行。怎么不行了？你这个手势啊太软弱了。李云和是什么人啊？一定要苍劲有力，才能显示英雄人物的立场。你看啊，李玉和，当个得藏财。哎呦呦呦呦呦！您可千万别闪着腰，那我这罪过可就大了。没事没事，我这几十年的基本功啊，别说身段啊，我来个男的比你看啊。没事，你啊。好嘞。唱但把唱浪才唱好。哎呀，老爷子，坐下，先坐会儿。老。哎呦，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我觉得您看起来也就40-50岁吧。啊，你这姑娘真会说话，但是你的基本功呢差一点，跟一般的票友比起来啊还低一点，但是你要早几年了要拜我为师，我还不收了。那是您是老艺术家，是我们社区之星，我们所得重点保护。那你们来干什么啊？我家大黑了。哎，大黑，哎呦，我还以为你把我大黑子搞哪儿去了。老爷子啊，我跟他关系可好了。好，你们真了不起啊，一个哄我老头子，一个哄大黑。老爷子，我跳戏不会，但是训狗我还是有两把刷子。来，握手。你看他，你看，躺在我身上了。哎呀，大黑呀、啊，好朋友了。哎呀，好。师傅，你可真厉害，为了说通王老爷子，你连戏都唱上了。哼，你也深藏不露啊，都能去秒残了。哎呀，
但是我们为了这个扰民投诉吧，前前后后忙了三天才敲开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让王老爷子把狗给送走。怎么，比张大警官一般的警情还使唤不动你了？没有，就这处理方式太费劲了。照这么说，我啥都得学一遍。这你说对了，警察这个职业啊，本来就是要跟360行打交道。活到了，学到了。哎。得，咱又得回去。走吧。你怎么那么不争气啊？别人给我面子，你不给我面子啊？我让你叫，让你叫，我去拿棍子去。哎呦喂，王老爷子，别打狗啊！王老爷子，你朝他撒什么气啊？他什么事都不懂。哎，警察同志，哎，我很羞愧啊。我知道，你们是为他来的，但一句扰民的话都没有啊！你们那么给我面子，我要是再死乞白赖的，那还笑话呀？哎，子女啊，都不在身边，只有大黑子陪着我，我宁可教训他，也不能没有他呀，警察同志。我们都知道，那你也别着急上火，气坏了身子不划算，是不是？哎。咱们的小刘呢，跟了这个猎鹰这个微信号5天，试图与他当面交易，而猎鹰说他只是4积分里没有货。另外，王正的同事近期也在几个 QQ 群里发现有人发布淫秽售卖枪支广告，发布者呢用的都是盗来的 QQ 号，声称可以招代理。我们的民警在进一步追问他们有多少货源的时候，对方非常警觉，没有回应。这有点像直销模式。那去物流点发货的人不是猎鹰？对，网络售枪这个团伙呢，层级非常分明，这些下游代理也是很难控制，估计他们连枪都触及不到。而真正的寄件人应该就是上游的制枪工厂。物流点有什么情况？哦，根据那个物流点反映啊，这个人经常是到这几个物流点来寄件取件。我查过他们的登记信息，全都是假的。他都收到过什么货？全都是大件。哎，有意思的是啊，这个人曾经收到过好几次那个玉莲杆。多大的玉莲杆？你这有没有货物的重量和体积信息？哎呦，这个他们给疏忽了。这种事，咱们先分析一下，这个玉莲杆有多粗、多长？这个玉莲杆大概有我的手指头这么粗，长度1米2到1米5之间。你说这个犯罪嫌疑人会不会是用玉莲杆做掩护，实际上是在运送枪管和小零部件呢？我们跟这个蓝郡所以及周边的派出所都开过会了，最近呢正在做这个入户登记，我把这个信息马上反馈给他们。江凯，继续审拉莫斯的团队，撬开他们的嘴。我不相信他们只会通过一个下游来联系买枪。是。近3个月各家各户的水电使用情况都在这儿了。挺奇怪的，这户人家水电费耗费的挺厉害的，你看。这是他们家的，这是王大爷家的。就算老人家用电节省，也不至于高出10几倍啊。这么高的用电量，除非是高耗电设备，日常用电绝对用不到这个数的。这户业主信息有吗？哦，这个我有印象，但是他们早就搬走了。现刘志尧再住进来的话，应该是租房的房客，他的信息我们这儿也没有。不过，我可以给您联系一下房东。
那麻烦您给联系一下吧。哎，好。小区400多户呢，人人都像你一样不开门，我们这工作怎么进行啊？开门。
妈，来来，爸，海洋，对呀，怎么样来了？怎么样？婷婷呢？安平还没醒呢。啊，哎，哥哥，还差两步，你非得挂他身上，你这医院里人来人往的，没事，让他单位人看见，那多不像样的呀！太沉了，孩子拿不动了嘛。爸，妈，先进屋吧。哎，好好。哎。月月，你今天不是应该上学吗？我妈都住院了，我还踏踏实实上学，我心里多硬啊！我让天哥帮我跟老师请假了。那你也跟我说一声。跟你说，你看看你手机。海洋，平平情况怎么样啊？大夫怎么说的？啊，没有伤到要害。对方用的是霰弹枪，子弹反弹，击中了安平的脖子和手臂。这么危险的人物，你怎么不拦着点啊？姥姥，您觉得我爸能拦得住我妈吗？也是，你妈就是太好强。行行行行，你就别抱怨了。你女儿这不是没大事吗？怎么没大事啊？这还没醒呢。海洋啊，嗯，海洋，嗯，你也没什么事儿吧？我看你这脸色也不对啊。我没事。哎，来刘局，正好我还有个想法，反诈中心啊，我再给您汇报一下。我说你这个人就是属机器人的吧？啊，吃饭的时间你也不放过我，吃饭的时间不谈工作，啊？哼，走吧。哎，你知道吗？今天太阳特别大，但我们还要上体育课啊。你不是逃了吗？那我不用上，我不用上。鸡汤来了，还热着呢。月月，还生爸爸气呢？爸爸跟你赔礼道歉好不好？都怪爸爸不好，没有照顾好妈妈，让妈妈受伤了。哎，爸爸向你保证啊，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好了，老赵，我妈给我做过思想工作了，这次就不怨你了。不过我妈虽然受了点小伤，但是我还能请假陪着我妈，也算因祸得福了。快拿碗。啊，碗。碗。来来来，先尝一口，味道怎么样？烫不烫？不烫了。哎，怎么样？喝喝吧。哎，我也要喝。你自己动手。这是给你妈炖的。你不用老来看我，忙你的去吧。你也是一天到晚往医院跑。妈没事啊。你啊，别总是把我们推开。我就算事儿再多，也没老婆重要。对对对。就算事儿再多，也没有妈妈重要。呵，你们现在知道我重要了。妈，你觉不觉得这医院风水有问题？什么问题啊？你看啊，妈妈来陪姥爷住院，最后自己躺病床上了，是不是很邪乎啊？学校就教你这个啊？就是，学什么不好啊？安平，嗯，我过段时间要去次北京。去北京干嘛呀？一带一路的安保任务，局里上次 G20 安保做得十分出色，部里这次点名让我们做支援，我带队。任务刚下发还有一段时间呢。这次我到了北京啊，还要参加全国公安表彰大会。行，我给你们找个护工吧。别了，爸那边还是我去吧。我也要去。哪儿都有你。那必须的。开始吧。好，大家注意了，东州市反诈骗中心今天正式成立。好，好，好，我们大家合个影吧。哎，对对对，合个影。等会儿把相机拿过来。哎，来来，大家都往前面走。等会儿在马北镇呢。哎呀，对对对，等我中间来一点啊。好嘞，都往中间站。好嘞，
大家都看镜头啊，一二三，结子，很好，再来一张，结子。中心三十五栋甲单元102，一位居民正与疑似电信诈骗分子通话，请立即前往。收到，快走。哎。我们是警察。哦，你们等一下啊，等一下。是不是有人找过来了？是不是警察？记住，千万不要开门啊！可警察叫门，我不敢不开呀。你想让警察带你走也可以，他们一定会先看你的手机。你的钱现在还在自己的账户上，就要被定罪了。但是你现在主动向检察院交代，我们检察院是持有你自首证据的，只要把钱还给国家，你就无罪了。知道怎么办了。哎，大爷您好，我们是蓝郡派出所的警察，有事儿问您，方便进来吗？进来，进来，进来。大爷，您刚才在打电话是吧？没有，没打电话。啊，那您把手机给我们检查一下。哎呀，我说没打就没打呀。大爷，家里就你一个人吗？啊，就我自己，我正在看电视。大爷，您刚才接的是诈骗电话，您没给他转钱吧？没有，我们是为您的财产安全考虑，所以把手机给我们检查一下吧。哎，小伙伴，你们放心，我没赚钱。哎，我都不会玩手机，我的钱都在我侄子那儿，没赚钱，没赚钱。没赚就行啊。给您提个醒，遇到类似让您转钱的电话，马上报警或者联系家人，千万不要自作主张啊。哎，好，我知道了。谢谢你们啊！没事，那我们走了，打扰大爷啊！哎，再见啊！天儿，你说是反诈后台判断错误呢，还是那大爷真有问题？反诈后台本身就是预判，没有绝对的对错，有则制止，无则安心，不白忙活。行，那我回去跟反诈那边汇报一下。喂，他们已经察觉了，你现在已经不安全了。那我该怎么办啊？马上去银行转钱，记住一定要一个人，这件事情对谁都要保密。好。
我知道了。搞什么？这个点了还查酒驾？而且，咱还有别的路可以走，演出都要迟到了。拦住！停！车辆熄火，请立刻下车。你好，请配合我们检查。警察叔叔，我们赶时间，没喝酒，不信你闻闻。来，把嘴里都给吐掉。醒了吧？来，咱们车里的人都下来吧，来下来。警察叔叔，我们赶时间，我们演出。你们既然赶时间，别啰嗦了，咱们大家配合一下，接受尿检。尿检？我们没喝酒，干嘛要尿检啊？同志，您要赶时间的话，就别那么的话了，好吗？不，警察叔叔，通融一下，我们要演出，时间来不及了。同志，马上要开始。您已经浪费自己两分钟了。哎呦，警察叔叔，我们真的没喝酒，求求你了，好不好？好了好了。请配合我们检查，来，带过去，接受尿检。哎，走吧，真倒霉。警察同志，我们真的没有吸毒。你给我老实点儿。你说我应该相信你，还是相信科学？这都已经第二次了，阳性。警官，您听我说。我们这个乐队都是守法公民，他们四个虽然打扮得比较特殊，但是您千万不能以貌取人，他们绝对不可能吸毒。谁告诉你我们是以貌取人啊？你们这些人只要一进派出所就说自己是冤枉，我们执法是有执法记录仪的，两次尿检都是阳性，这就是铁证如山。合着我们大晚上不睡觉黄马路上冤枉你们去了是吧？哎，大伟，警察同志，我们真的没有吸毒。如果我们真的有吸毒的话，在刚刚尿检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逃跑，对不对？我们没有逃跑就是因为我们心里没有鬼，我们家里车里你都可以去搜，真的没有吸毒，相信我们。那你们最近三天都吃过什么东西？我们都是夜场演出，白天不怎么吃东西，晚饭今天吃的火锅，昨天撸串了吧？对，前天在外地演出就吃的盒饭。火锅和那个烧烤店在什么位置？在我们酒店附近，叫城中乡，烧烤也是他们家吃的。他们四个今天走不了了啊。大伟，你去把这个情况跟刑侦反映一下。好。近日，东州警方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市场食品安全开展联合检查，对沿街火锅店、拉面馆及腌制食品小作坊进行实地检查，详细查看相关许可证、经营环境、从业人员健康证等，重点检查是否存在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坚决杜绝不合格食品流入市场。你好，刑警支队，麻烦你带我们去你们的后厨看看。刑警支队，警官，我们这儿没有打架斗殴的呀。林姐，麻烦你带路。刘二，哎，去告诉处长，警察林姐。好，王处长，各位，警察林姐，老板让你过来一下。查就不必了。站住！警察同志，站住！我来人！哪来的？那是别人给的。谁这么大方？知道这是什么吗？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同行说那是秘方。你不知道你往里面倒，走。站住！
哥！同志们，现在我宣布，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支队正式成立。哎，阿平啊，啊，你对网格化推行有什么想法呀？这一次啊，网络授权案多亏有王老爷子给咱们长眼，辖区大，警力不足，有群众力量支持，这当然是好事。但咱们所本来警力就少，还要分一批警力去推行网格化，工作量就更大了，这怎么消化是个问题。短期内投入和分散警力这是肯定的，但是领导嘛，他的大局观肯定比我们要强。从总体规划来看，网格化势在必行。哎，咱所那可是明星所啊，网格化推行咱可不能落后啊。知道，那就按分局的指导意见推进吧。工作尽量做在前头，8月15争年糕，咱得趁早啊。我心思里哪来那么多歇后语？哎，歇会儿嘛。我强调一下啊，这个到南地区这块的区域比较大，我都分配的人量比较多一些。这个是咱们现在社区的网格员的登记表，光这栋楼就有13个，然后剩下来的我先带你去另外一栋。嗯，都挺好的。哦，那个有可疑人员吗？孤寡老人吗？有没有？孤寡老人，我们每天都在登记。王姐，你好，这就是您发展的两位网格员志愿者是吗？对。然后二位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聊一聊？张翠花、李红琴，这不是上次差点把我手机扯断的那俩大姐吗？你这一让你吓唬谁呢？这只是初步名单，还得再筛一轮呢。师傅，我有没有一票否决权啊？你凭什么否定人家？人家多热心啊，就是心直口快的。你看把你师傅吓了，你没事吧？你俩只要不在你师傅身边晃来晃去的，你师傅身体就没问题啊？怎么可能？师傅呀，就是因为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才受伤的。有我陪师傅出题，田所，你就1万个放心吧。你就吹吧，你这是吹喇叭上飞机，吹上天了，你都啊？那行啊，时间也差不多了，你陪我去走访。去吧，请吧，快点吧，陪师傅出警去吧，保护好师傅。师傅啊。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这首杜牧的山行是否让你脑海中出现青山环绕、风光旖旎的秀美景色？然而在现实中，这却是马北镇派出所艰苦条件的写照。在这里，
民警们靠着自己的一双腿和仅有的几匹马，走遍大山中的每一个角落，去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由于交通的不便，这里的土特产很难很好地销售出去。为了解决当地百姓最切实际的问题，发展当地经济，民警们想到了电商模式，教授大家利用电商平台来销售土特产。他们只需要明码标价地把商品放到网上，就会有人下单购买。大家可以以更优惠的价钱买到货真价实的货物，这样更有利于发展我们马北镇的土特产经济。而且现在跟物流公司合作之后，老乡再也不用担心怎么发货了，所以我认为这个方法非常的可行。你看我拦都拦不住，乡亲们啊，都想当面谢谢陶警官呢。陶警官，谢谢您啊！要不是您的网店，加上这恶劣的天气，湿度又这么大，我们这些土特产呢，要全部拉到自己家里喽。是啊，是啊，谢谢。你们真的不用谢我，还是你们的特产品质好，我只是做了我自己该做的事情而已。陶警官真棒！陶警官，陶警官，吃下！陶警官，吃下！大家一起合张影吧！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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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来吧。好了吗？好了吗？啊！小王，哎，去趟工人新村二单元302，那边有住户因为宠物问题起了冲突。哦，好的，我找你。啊，稍等。这是各小区网格员整理出来的内容，你把它整合一下。啊。喂，我是安平。嗯。好，我知道了。嗯，行。哎，师傅，这里是什么意思啊？就这个。师傅，你电话响了很久了，你接一下吧。喂，妈，怎么了？萍萍，你妈病危了。医生，我们家老安怎么样了？急性肾衰竭，我们只能暂时给他止痛，请您做好思想准备吧。老安，结束了吗？他怎么还不回来呀？他在北京参加全国公安英雄表彰大会呢，大会一结束他就回来了。我等不到小红旗了。别瞎说，就是跟他视频。啊，
把窗摇起来点来。哟，爸，海洋，婷婷说你要去人民大会堂参加表彰大会。哈哈，好啊。爸，您这是怎么了？又住院了？我没事儿，就是例行检查。小红旗给我买了吗？我都记着呢。哎，爸，您看啊。小红旗，啊，纪念品，我都准备好了。大会一结束啊，我就回来。我在电视前边守着，快去吧，别耽误了时间。哎，海洋，怎么了？再见。啊，再见，爸。哎，爸，打开电视。哎，哎。
祝贺啊，光荣退休。来，谢谢局长。嗯，祝贺啊，谢谢局长。祝贺啊，光荣退休。谢谢局长。嗯，好。下面请退休民警代表朱凯同志讲话。今天我就要脱下这身，象征着荣誉、自豪和忠诚的警服。说实话，心里确实不舍。在我的眼里啊，警营就是我的家，警察就是我的亲人，警徽就是我人生中最闪耀的北斗星。几十年过去了，辖区平安是给我最大的回报。今天退休的我满意了。最后我要向我的战友们写这么一个警语：在我回归平凡融入百姓生活时，我依然会保持一颗警察之心在强有力的跳动着。下面请卢洪泉局长主领新警授衔仪式。同志们，刚才啊，朱凯同志的讲话让我很感慨啊。在座的所有的年轻的民警同志们，我把我们坚守了大半生的公安精神和光荣传统郑重的托付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继承好、发扬好、传承好，不忘初心，永葆忠诚，坚守担当，锐意进取，努力跑好东城公安薪火相传、持而不息的接力赛，努力地书写好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哎，出去。小静儿，爸爸，爸爸今天买了好多菜，爸爸亲自下厨，爸爸给你做好吃的。贵子回来了。哎，张姐，谢谢啊。给你。嘿，缝的真好，老麻烦您。爸爸，等我长大了，我也要戴这样的大盖帽。你现在就能戴，来，戴着给爸爸看看啊。哎呀，这么精神，敬礼。敬礼。我家又多了个小警察呀。我宣誓，我宣誓，我志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我志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武昌河文信桥有人跳河轻生，请求救援，请求救援。哎，住手！住手！过来。做到对党忠诚，大家是统一，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灯泡。夏天